桜のババ遊びに行くぞ。大家早安。早安。我们两个现在坐的这个是熊本的市电，是在市区的大街直接行驶的电车。东京是比较少这个市电的。市电はね、どこからどこまで行っても同じ値段だもん。だから熊本だったら全部170円で、近いところから遠いところ。だから逆に言えば近い近いだったらもったいない。この一日乗車券ってのも安くて、1000円以内で一日もどこでも行ける。有很多观光客会买那个一日券，因为这个市电几乎熊本里面的观光设施都会轮到，观光客的话建议买一日券比较划算。今天我跟文丹要去的是这个樱之马场城彩院，我们现在坐市电坐到熊本城市役所前车站，这一条差不多走个七分钟就可以到樱之马场了。樱之马场城彩院是在熊本城的旁边，里面有差不多20家店，里面的街道都是做成日本江户时代的感觉，是一个介绍熊本的历史文化还有熊本美食的观光设施。どうしたの？桜かな、梅かな、なんか綺麗に建ちそうだね。熊本城现在只有周末开放，因为从地震开始，他们要重建差不多20年。昔のね技術を再現するのはすごい難しいってことなんじゃないかな。我们现在靠那块崩塌的，可能就是地震导致它崩塌。走过刚才那个樱花小径，就会看到樱之马场城彩院，就是那种江户时代的建筑，很漂亮。欢迎来上班。你超可爱的，欢迎来上班。左边这边是停车场，右边那边才是入口哦，里面有差不多20-30家店的样子。这里还有熊本城到城彩院的免费接驳巴士，而且超方便，这里还可以换外币，还有台湾耶。这个樱之马场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观光案内所，一个是叫熊本城博物馆的 Wakuwakuza， 这个好像是有一些玩乐的设施。这边最大就是有20几家店的吃东西的，还有卖一些土产。但是现在很可惜，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关系， Wakuwakuza 现在是休馆的状态。那你哇，这里有早餐哎，一天只有50份，这是早上8点到早上10点。我们文娜拿着自拍棒到处走。我跟文当出去基本上拍照都会自己带自拍棒。好，ルちゃんです。奇怪哟，你是文当。那我们要进去逛了，里面真的是这种江户时代的感觉，好酷哦！一进来就有熊本熊，熊本真的到哪里都是熊本熊。然后大家要注意哦，这个地方本来是开到晚上9点，但是因为现在冠状肺炎的关系，它只开到晚上6点。这里每个地方几乎都是卖吃的。見て、自販機もおしゃれ。他们这里的自动贩卖机上面也都是画一些历史建筑物。哎呀，面白いね。サラダチキンはちょっと食ってみようかな。文当非常喜欢吃竹轮，我们来熊本之后发现熊本其实有蛮多サラダチキンは，就是竹轮里面有混一点沙拉，那文当就很喜欢吃。一个是320日元。一位はあのかまぼこ自体農林水産大臣賞取ってます。へえ、すごい。だからデパートにはもう入ってない。とても美味しいです。どうぞ試食も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は何ですか？はい、これはかまぼこのオランダです。違うじゃん。一点都不油腻、好好吃哦。サラダチキンは一つ。あの今食べる。今食べ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熊本に今から住むの？そうです。もう住んでます。仕事の終わりで住むの？ご夫婦。まだ結婚はしないです。今から熊本いろんなとこ行こう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サラダチキンは俺初めて食べる。这个竹轮沙的意思是应该里面有马铃薯跟红萝卜，就是马铃薯沙。おいしい。なんか全然油っぽくない。ね。食べやすいね。俺好きだわ。よかったね。なんか俺いつもちくわとかそういうの食べてる気がするね。ずっとね、ずっとどこでも食べてる。好吃，再来吃。你让他被你前面吃的。中文超好，文当中文进步好多。这个鸽子因为嗅到文当在吃东西，慢慢朝我们逼近。刚才鸽子朝我们逼近，我们就看到这边有个告示牌说，请不要喂食鸽子，所以大家要注意哦，不要东西吃不完还是喂鸽子。他给拿掉啊？对啊，好险，不然文当差点变成憨在下。宋华威跟熊本熊有活动。牙骨兽。这种不需要中文的记得好清楚。我一个三星的位置。
这观光内所有提供各种语言的观光情报，这也有刚才我们介绍的早餐定时的详细介绍，而且一份才500日元，超便宜。大家如果有机会早一点来可以吃吃看，我们比较可惜今天没吃到。我觉得日本这种地方县市就是很认真在做他们的观光，所以每个地方都有值得一看的景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整个日本其实去哪都去不腻耶，我觉得。然后我发现这里有置物柜可以让大家放行李箱，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拖了行李箱不知道怎么办，这里都可以放。对啊，我们两个觉得天朝的寿司超好吃的，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享受熊本文旦。这家是熊本很有名的马肉专卖店，有卖马肉肉饼，有机会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其实这里的店都是一些熊本的名产啊，每家店都还蛮值得试试看的感觉。这个布帘好可爱，不知道这是舌头还是嘴巴。这家海胆可乐饼也是超有名的，我看网络上很多人都有吃。有三种可乐饼，中间都会有海胆，这个海胆的外围是马铃薯，这是奶油炒饭，这是奶油。大哥有小。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那我们先去晃一圈再回来。那我们看到一个好猛的冰淇淋哦，这个感觉很适合拍照。鬼盛り。鬼盛りってどういう意味？鬼のように持ってる。すごい楽しいね。お腹いっぱいになる。幸せ。まだ力しか出てないけど。那个加藤清正好像是熊本有名的历史人物，所以我们刚才也有看到他的雕像。真的是看到这种对观光很用心的，就会觉得很感动。刚才我跟文丹在一个拍纪念照的地方超开心玩的，说哇好好玩，这好好笑，我们来拍照。结果发现旁边有两个人在等我们，想说在等什么？结果他们好像也是要拍影片的 YouTuber。因为我们两个太吵了，他们就一直没办法拍。我跟文丹想说哇好丢脸哦，我们两个就赶快跑掉，跟他们说不好意思这样。现在我们两个自己跑到旁边一个小角落。对，我们两个玩得太开心了。我楽しすぎてね、はしゃいじゃった。因为做那海胆可乐饼要一点时间，我们现在店里面逛，这里也有卖这种冷冻的，大家可以自己回家做。而且里面还有提供位置给大家可以坐在这里吃。哦，天草，天草的ウニじゃないじゃん。哦，じゃあ絶対美味しいってこと。僕たちは天草やっていう言葉大好き。熊本人好好哦。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他给我们试吃章鱼。美味しい。ご飯。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わ。炊き込みご飯。あ、そうですそうです。ウニソースもあるよ。文旦对海胆就还好，可是我超爱。なきれいだね。试吃的这个小勺子也好可爱哦。濃厚。うまい。美味しいね。今日はどちらからですか？台湾出身です。おお。はい、日本人です。国際結婚です。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就知道了。好，欢迎来宾。发现文章是默默求婚了。台湾的方，よろしく。ニコロッケのね、創始者で。うまエビのスープがこれ。天草といえばエビ。タコ。美味しかったもんな。天草の寿司めちゃめちゃ美味しかった。どこだった？あの天草って天草ヒーローって書いてあった。大ヒーロー。はい。そうです。こっちでじゃあ。こっちでちゃ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食べよう。いえ、全然全然です。食べたことないけど、なんかしっかりエビの味が入って。对，好温暖。我现在吃饭这个海胆可乐饼，我点是里奥的，里面有饭的。好吃。它这个皮超脆的，这个饭应该是跟奶油一起炒的，很香，然后外皮非常的脆。我现在吃到海胆的，里面是满满的海胆，它的海胆味道比较浓一点，喜欢吃海胆的人就会喜欢。这海胆好香哦，有点难咬，不好咬的呢。对，你们看这个海胆整个是炸出来的，吃的时候要小心滴下来哦，非常非常好吃。如果你们来这个英姿马场，一定要来吃。难怪台湾的部落格那么多人推荐这一家。最后まで食べてんだけど。まだまだウニが出てくるね。对，它全部都是海胆，到最下面都是。すご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疲れ様で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もう泣きそ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熊本の人優しすぎる。ねえ、なんでこんなあったかいんだろう。いいね、なんかこういう風にゆったりできる日は。あんま東京だとゆったりしてなかったからね。どこも人多かったっけ。真的熊本好特别哦，除了吃的之外，这里也有卖一些小东西。多少？哼，
文爱模仿熊本熊。好了，你好无聊哦。見てる見てる。満足了吗？这样。見て、花のおみくじ。哦，すごいね。六花みくじだって。我们逛一逛，看到这里有很多饮料，感觉很好喝。我跟文当来点一杯热茶，这个是热的橘子茶。坐在这里休息，边喝热饮，享受。ビールいっぱい。ほら。このビールがまたね、いい味出してて。最近我们文当的中文变得很好，所以我们两个几乎每天都会进行一个小小的中文对话，来训练文当的中文能力。我喜欢熊本。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吃寿司。寿司。那你为什么喜欢熊本的寿司？因为就是寿司。じゃあ他に熊本の好きなものある？熊本熊。你喜欢熊本熊哦？大家有没有觉得最近文当中文变很好？他越来越可以对话嘞。真的吗？真的。哦，有讲过那个节点的话，看了吗？啊，他的话都在那个了呢。我们现在已经出来了，我们觉得这里很好玩呢。楽しいし美味しい。我觉得它整个步调很慢，然后店家也都很亲切，是一个真的很值得观光的地方。而且我们两个来逛这里之后，就更期待熊本其他观光的地方。ワクワクが止まんない。在熊本他にも美味しいものいっぱいあると思う。对，其实它里面没有很大，然后尤其是现在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关系，它有很多地方都没有开放。我觉得差不多时间估个两个小时就好了，加吃饭。然后等到其他地方都开放之后，可能三个小时这样子吧。コロナが収まってからもっと楽しめると思います。对，然后因为附近就有熊本城。所以大家逛完之后也可以去看一下熊本城。今日中絶対潰せれる。对，ここと熊本城と町で。这里真的蛮好玩的，如果大家来熊本的话，很推荐。而且其实熊本有名的食物里面都有，所以来这里就可以吃到熊本好吃的东西。好，那这个影片就先这样子啊，大家拜拜，再见。拜拜。我们也跟这个英姿马场说拜拜，英姿马场拜拜。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お祭り気分で。